便利商店，穿着睡衣，穿着拖鞋，柜台看得傻眼。我跟海报相差那么远，他被杂志洗脑，说我皮肤也没那么好，说我本人每天是上高，说我本人说的可以笑，而我不能邋里邋遢，睡衣肩膀是我的早餐。刚睡醒，声音扫下。去他妈的，给我一杯我的。另一位客人开始。他上午嗓子已经哑了，有点，有些，因为最近都很累嘛。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离你。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离你。我们是不是离他们有点远？不如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这首歌呢，需要大家跟我一起完成。等一下，我唱一句，你们唱一句好吗？好，对，就哇，哎哎哎，可以哦，这边，哎哎。独舍独的美品，大家都知道我不必点名，欺负每一个人，自己不会还装作评审，攻击我在节目上，为了那三分钟曝光，唯一的资格是说话很贱，自己唱的五音不全，听过你制作的唱片，我切我根本不屑，反而没有听到你新的音乐，起码已经有十年，赶快反驳来对号入座，可是不管你怎么说，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。我完全没有呜耶耶，我完全没有理由理你耶呜理你呜嘿，完全没有理由理你。